奇特的一个建筑大钱币，它如果是银子的话会高级很多，但是它是个金，土豪金，那就是有点土兮兮的。我们在去东莞的路上给老徐找一个，你不是刚刚一直在说吗？关键是没有啊，管师傅还不承认，关键是没有、啊、装，关键是没有，没有，有心去找怎么没有？哎，你看这个人，你看这个人，我们要进入主题，我们今天是真正的是去干什么？那我没有按拍，我们今天其实是去东莞的我那个电动轮椅的工厂，然后去换一部车，因为我这个车已经用了有3年了吧，有没有？然后电机啊轮子最近都有点出问题，就是可能老化了吧，然后去换一部新的，看我的车在那里，然后去换一辆白色的，到时候想买个膜来贴一下，就 4S 店那种自己改装的，贴个碳纤维银的那种颜色，然后带你们去我们那个电动轮椅生产的工厂看一看。这个哔哩声音是我们经理城的，他没带。这里应该是一个集中的工业园区，到处都是工厂。那到了，工厂的环境就是比较接地气。对，那台车就你的。对。我以为只有白色。老刘说你要黑的吗？还是黑色好看啊。嗯，对，黑色好看。那轮子好像跟我的不太一样，来你来拍一下。对，你的轮子，它轮子现在整体是黑色的，感觉更酷一点。轮子是这一款，然后后盖后轮也换了，这就是下一代的拆卸方式上会改掉。就不会从那儿了，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个东西，看见很多鱼，是直接从这个地方开始拆卸。是两块拆吗？也是一体的，就直接这样一体就行了。但拆卸结构，这后面会看得显得简洁一些，主要还是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它主要是软件上面会有很多新加的。就是 APP 工具。我应该算是轮椅泊车员吧，因为每天晚上趴上了床之后，这个车都是我开去，挺好玩。哎，下一版就不用了。哦，就 APP， 这个 APP 控制 APP 可以控过去，然后你早上可以自己把它控过来。哎，那蛮好的。对，还有那个就是唤醒功能是控制。我现在这个垫子都已经被我坐的凹进去了。哪个？撞一下。我小心。你坐着没我坐着那么好看呢。老徐非要和我手拉手开车，说要提前感受一下我们的老年生活。他要左手牵我的右手，右手又要开车又要牵他。你们说我该怎么操作？所以还是分道扬镳吧。轮毂做了升级，比以前更简约，整体外观没有变化，还是我喜欢的样子。对于认准的东西，我比较长情。这样更酷一点。Go！ 比如说这个幼稚的老公。在一起9年了，虽然还是幼稚的像我另外一个儿子，但我依然爱他如初。他要我和他比赛，看新车和旧车谁跑得快，旧车起步加速平均，新车启动慢，后面加速快。总的来说，新车的时速会高一丢丢。换车完毕，回家了。徐司机一路小跑给我开车门，抱了我9年，他已经练出一身腱子肉，下面请欣赏。老公给我的10000个公主抱，9年长于365天，每天至少一次，那这大概是3000多次。再帮我系好安全带，技术小哥哥像溜娃一样把旧车溜回去了，哈哈。这个屌毛上错了高速路口，现在我们在匝道上面，在这里好，这里好僻静。适合把你做掉，你就把我带去泰国吧。我们现在已经换完车，回广州的路上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几时开，上个高速这么浪漫。刚浪漫完就开始狂风暴雨，可真是浪漫加倍啊。
谢谢观看祝报复记的三连爱您。